其实我挺希望每天都能像今天一样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之前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接近，我总觉得你学习又好，又聪明。 性格还是冷冷的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话。聊天，你看的书、听的音乐，好像都跟我们不一样，有很多我都不知道。我总觉得，可能我们永远都没办法成为像那样的朋友。 但是现在，我觉得我们更近了。